猪侠，你的房子怎么缺个洞呀？缺个洞没关系，我一巴掌就把它给扇好了。你看多漂亮！是的，是的，猪侠，这次你盖的房子是真漂亮呀，有窗户，有墙，还有一张床，特别是这个灯完全不一样。哟，这一次你还装了一个开关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爬到房顶上去开灯了。那是当然，你过来，你看一下我的门口还放了一块大理石。大理石很不错，不过你好像没有放门呀。哎，好像真的没放门呀。我为什么一定要放门呢？我都想不明白，没有门就可以直接出去了，多好！你非要放一个门。是不是脑袋傻了？哎呦我去，你这个猪猪侠怎么这么笨？什么？你说我笨？你才笨吧！ Hello。好了好了，猪猪侠，我完全没办法跟你解释为什么按一个门。不过我想问你的是，为什么按一个门这么难？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如果一个怪物来了以后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吗？看好了，我给你一个鸡蛋，这个鸡蛋可以变成一个怪物，这个怪物就可以直接进去和出来。我哥，这个鸡蛋能吃吗？能不能吃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怪物，怪物可以直接进来。你看好。哎，对，我哥，你让我看什么？看空气吗？你看好大的一块空气啊！我操，你神经病啊！好吧，猪猪侠，你真的是把我的嘴都气歪了。我再给你表演一次，看好，这个光头不就出来了吗？猪猪侠，你在外面干什么？你进来看一下呀，这个光头可大了。狗狗，里面为什么有一个光头？你把它扔出来。对了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可以把它直接扔出去，这样就可以体现出来门的重要性了吧。灯光哥，你说什么重要来着？哎呦我去，午夜魅影记，这个蛋仔派对会玩呀，动不动就搞一些活动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动是什么。进来以后只要每天玩游戏就能得到这一个这不是瓶盖，这是什么币，对吧？哎，用这一个币呢就可以兑换这个皮肤或者底下的小道具。哇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呀，只要90个就能兑换这么漂亮的一个皮肤，那还不错。那我们就到游戏里面看一下这些关卡。哇，这个关卡很有趣嘛，哈哈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跑得太快，我要跟上你们的节奏啊。哎，这个挡了一下。哦，这一个蛋仔派对是越来越好玩了，每次推出的活动呢都非常新颖，只要每天来玩上两局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硬币，再用这个硬币去换皮肤换道具，简直是顶呱呱，哈哈哈，心里直接叫呱呱。哦，我们直接从左边走吧，从中间走人太多了，况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走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地方也是蛮简单的，直接往前。喂，你这个家伙有没有搞错？我走得好好的，你把我撞下来，你可真的是卑鄙呀！啊，不过问题也不大，咱们换一条路走就行了。我们从这边，在这个地方卡不过去啊，从右边过来，然后再从这个地方转一转就可以转过去了。哎，推一下啊，这样还不错。然后我们再到右边来，再从中间走过去跳。再跳，哎，不用跳了。好了，我已经看到终点了，只要闯过这些柱子就可以了。这些移动的柱子好讨厌呀！哎，我跳过来，我再跳，直接被推下来了啊！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，从他们的后面绕过去。哎呀，哎，不要撞我！好，这一次看好，等到他过来以后我们再过来。哎，这样的话就刚刚好可以绕过来。嘿嘿，想撞我？我是不会给你们机会的，来啦，哈哈。好，下一关。哇，这一关大家跑得好快呀，我好像是在最后了耶。哎，你们等等我呀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从地上冒出来的这些牌牌感觉好诡异呀。不过不管啦，我们的任务是，哎呀，这个叉子更厉害，跳，哈哈。哎呀，捡了一杯牛奶喝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果冻了。哎，我怎么跑到这边来了？哎呦喂，哎呦，啊，你这个小黄蛋仔太坏了，拿一个马桶塞把我给吸过来了，我去啊，真有意思呀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哎，他们好像走得比我快呀，难道是他们的皮肤比我的更高级吗？我为什么走得比他们慢一点？啊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哎，挑一下，打不到我了，把你抓起来。啊，再走过来。哎，你看这一个白色的蛋仔就走得比我快。哎呦，完了，怎么出局了？好的，那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哎呦，这一关更好玩，这些叶子绿色的，哈哈。哎，再跳，再跳，再跳。哇啊，这上面可以过去，下面也可以过去，我们直接从上面过吧，上面应该更简单一点。好，接过来，然后跳到这上面。哎，这玩意儿是滑的哎。哎，算了，我们到底下来走。从底下走的话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，跳，再跳，再跳。哎嘿，
啊，亲爱的，我来了啊！然后再往前面跳一下，哦哦，啊，好厉害啊！哎哎哎，你们跑不掉的哦！不要挡在我前面，要不然我要敲你了啊！嘿，我敲，哇，这个跳得好远呀！哇，直接跳到终点了，好厉害呀！在之前的视频当中，我们去找七头喙嘴兽，但是没有找到。有小伙伴说，有可能是我跑得太快了，地图没有刷新。有道理。于是我就带着我的五人组兄弟们，又来到了这一个巨兽荒古平原高原。反正不管是什么原，只要有这个骨头的地方，我都来回的跑，不停的跑，并且不止跑了十几遍。但是很遗憾，我依然没有找到这个七头喙嘴兽。甚至于最后我把这些喙嘴兽都打得快绝种了，在这个荒原上都基本找不到喙嘴兽了，也没有找到。我就奇怪了，这一个七头喙嘴兽到底会在什么地方？于是我就到处去找，各处去找，一直走到了世界的尽头。在这个海边还发现了一座桥，这一个桥肯定是可以走的。于是我就带着我的兄弟们直接过了桥，来到了海上的一个小岛。哎，这个海岛上果然是有人的，远处有一堆人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先过来了，不敢往前，也就完全看不清楚他们是什么种族。不过还是有一个人发现我了，幸好我的兄弟们过来直接把他打懵了。我就在想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就在我往前探索的时候，来了一群大螃蟹。哎，这些螃蟹可真大呀，我觉得不管是红烧还是烧烤来吃都是很好吃的吧。看着这些螃蟹，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博主，他在这个游戏里面抓了一只特别大的螃蟹，那这只大螃蟹会不会就在这个小岛上呢？于是我带着兄弟们直接去找，不过螃蟹没有找到，我找到了刚才那群人。嘿嘿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些人是鱼人，你不说我还以为是美人鱼呢，其实他们是虾人，你看这个造型就知道了，长得不仅黑咕噜咚的，而且非常难看，还非常吓人。不过为了探索这个小岛，我还是不停的去寻找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能找到那个巨大的螃蟹，把它抓回去。不过在抓到螃蟹之前，我也是可以抓一个这种虾人回去的，毕竟物以稀为贵，在我的基地里面还没有这种品种。不过在这个岛上这种虾人也特别多，一不注意就会冲出来一大群，不过也完全不用担心，他们的攻击力都特别低，基本上都在20和30之间，连我的攻击力的一半都没有，更别说跟这些无敌五人组去对比了，简直就是不堪一击。就这样我一直找呀找，整个小岛上面根本就没有大螃蟹的影子。不过在小岛的最后面有一个高塔，这个高塔里面很有意思，好像是远古人类留下的实验室，不过这里面已经被这些沙人全部占领了，里面的氛围特别诡异，并且这一个高塔有好几层，于是我就往上走，每一层里面都有这些沙人在里面守卫。直到我走到第三层的时候，发生了诡异的一幕，这些虾人围绕着一堆火完全不动，就好像没有发现我一样，直到最后他们才反应过来。这时候我也看清了，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虾人，原来他就是虾人国王。我去，万万没想到螃蟹王没有找到，找到了一只虾王。这一个虾王我估计很多小伙伴都没有发现过吧，毕竟这是在世界的尽头，一般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。不过这一个虾王也很脆，我还没有出手他就倒下了。既然有了虾王，那刚才的小虾就直接扔掉，然后帮这一个虾王治疗一下，千万别让他挂掉了。接下来把他绑架掉，直接扛起来，扛到我的基地里面，然后再把他关到这一个特别可爱的牢笼里面，嘿嘿。接下来当然就是要用我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他，告诉他世界需要和平，需要你去守卫，你的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。哎嘿，没想到这一个鱼形人国王，对吧，啊，其实他是虾人，但是他叫鱼形人国王，长得是太丑了，不过他也叫我大哥了，那我就给他换件衣服穿上。哎，这样穿上的话就没有那么难看了，对吧，还有几分可爱，就是脑袋小了一点，跟我站在一起啊，感觉我就是小朋友一样。不过不知道他的战斗力怎么样，就在这时候我们队伍里面有一个汉奸开始跟我们的队友打起来了。哎，刚好可以试一下这个鱼形人的攻击力嘛，啊，虽然他的攻击力不怎么样，不过他的个头大呀，哎，也还行，对吧，不错不错，今天还捡了一只虾人。
当然了，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一个虾人王，那么就到最底下这一个鱼岛就可以了，哈哈，就躲在这里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呆瓜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蛋仔蛋仔真快乐，前面的路你千万不要走错，哈哈。哎，说好的不要走错路呢，这谁呀，把我踢了一脚，一点文明礼貌都没有，哈哈。啊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就算我现在在最后一名，我照样可以超过他们。哎，等到中间来，中间这一个其实是最简单的啊，只要跟着他们走，哎，顺着他们的力气一推就可以过去了。喂，你用点劲了，哎，没错了，到了这个位置也是一样。看、啊、我，哎，哎，你不要举我呀，啊，不过问题也不大嘛，你愿意把我举起来，哎，我也不会跳下来啊。不过他也不行啊，直接倒掉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吧。哎，已经到最后一点了，那我就滚起来。呵呵，哦，我来喽，小伙伴们。哦，哎，你看，我得到了第五名，还是不错的。啊，接下来是这一个滚筒是吧？使劲滚呀滚。哎，来一个烟雾。好，这个毛毛虫吧，直接跳过来。哎，我再跳啊，我再跳。哎，我上来喽。好，不过我前面还有几个啊，问题不大，我还是可以超过他们的。哎。哎，这前面这个小熊猫跑得快呀、啊！喂、哎，哎，我刚才摔倒了。哎，我要追上你们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前面只有两个人啊，我应该是可以拿到第三的。不要钻进去了。哎，我怎么撞到这上面来了呀？啊，不过问题不大，你们不要跑，我会追上你们的。这里还有毛毛虫，我们只要跳过去就好了。哎，这里又有一个小伙伴差点追到我，不过我是不会给他机会的，直接跑呀，走呀，不要钻到这个泡泡里面了，进去以后就会飘起来。嘿嘿，哦，这次我是第三名。好了，这一关是搬蛋糕啊，我们要把一个蛋糕搬在手里面，然后送到一个台子上面。好，这次拿到的是这一个黑色的四角形蛋糕，在哪个地方呢？啊，这边没有灯柱，没有亮，对吧？啊，这边不是的，那就在这里。哎，我看到了，这个地方会亮起来。如果你拿到什么蛋糕，哪个地方的蛋糕就会亮起来。我这一次是这种啊，你看进来以后，这个光就熄灭了。我要去拿剩下的蛋糕啊，剩下的蛋糕在哪里？这里没有亮光呀，没有亮光，我们到这边来。这里有一个绿色的，喂喂，怎么把我给弹回来了呀？啊，我赶紧往前走，赶紧拿下来。这一关还是很困难的，如果你稍微慢一点呢，都过不去啊。哎，这个应该放到哪里？这边没有亮灯。好，这边亮了。哎，一个绿色的应该就是这里了。走咯，我加速，我跳跳跳。哦啊，你看这样的话就进去了。来，弹我一下，喵喵喵喵喵。啊，我倒着跑过来了。好，接下来该拉哪一种蛋糕呢？这边有一个，但是我滚不过去了呀。哎呀，我去跳。哎呀，没有跳过去，再跳。好，哎，你们等等我，不要着急。哎，嘣嘣嘣。好，拿到了一个圆的蛋糕，圆的蛋糕应该在前面啊，不是在这里，在前面啊。我们过来，小心这个柱子，不要被它撞到了。哎，跳跳上来，嘿嘿，哎，好啦，还有最后一个蛋糕，只要把最后一个蛋糕拿上，放到这个圈圈里面就可以了啊。不是这个蛋糕，拿错了，这个是之前我们拿过的，应该在前面有一个蛋糕，咱们直接跳过去。哎呀，不要乱跳好不好？啊，刚才直接乱跳了，不过应该还来得及。现在有四个人过关了，我们还有四个位置，只要把这四个位置给我留下就可以了。已经有五个人过关了，还有两个位置啊，六个人过关了，还有两个位置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千万不能太慢了。前面这一个在我前面，还有旁边的。哦哦哦哦哦，哎哎哎，怎么弹回来了？怎么弹回来了？还有最后一个位置，哎哎，他没有，呵呵，我过关了。可能是刚才那个小伙伴他没有拿到合适的蛋糕，对吧？哎，你这一个黑熊猫差点把我扔下去，你不要再抓我了，小心我拿一个鲨鱼打你，你信不信啊？这一个大熊猫太坏了啊。好，咱们拿一个小鲨鱼，谁来打我我就打谁，来过来打我，嘿嘿，哎，害怕了吧，害怕了吧，打你，嘿嘿，哎，还有一下啊，啊，算了，我们不要了，来戴一个眼镜。哦，哎，我有一个眼，喂，抓住我了啊！问题不大，用这一个弹弹弹，把他们给弹出去啊！谁过来？过来，我把你们弹出去！啊，没有人过来吗？他们正在打哎！啊，没有人，我随便放一个地方就好了。
跑到这边来。喂喂，这个家伙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赶紧跑吧。哎，又过来，哎，还是没有打到我。哎，我跑，哎，我打不过，我还跑不过吗？真的是，哎，炸你们！哎，炸了个空气，什么也没炸到呀。啊，那我们打不过，我们就躲吧。哎，这玩意儿怎么还会转转转呀？来呀，炸！嘿嘿，哎，他跳起来被我炸到了啊。他肯定很开心，因为是被我给炸了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一般被我炸了的都会很开心。算了，这边不去了，这边这个我们过不去，过去就会被打。哎，我跳，哎，没想到吧，我变小了，你是砸不到我的。哎，来呀来呀，啊，谁过来我弹谁。哎，来呀，我把我自己给弹飞起来了啊，还好是弹到中间来了，要是弹到边上的话就完蛋了。好、哦，这个地方，哇、哦、哟哟哟哟，赶紧跑！这个地方红了啊，万一多，差一点点就掉下去了。哇、哦，哎呀，好险呀，差一点点就掉下去了。哎，我打你！哎呀，这个也没有打下去，差一点被我打下去。哎，打我，你们好坏呀！好了，现在我的血不多了，我们就躲起来吧，不跟他们硬碰硬了啊，咱们躲到边上来。哎，有机会的话就打一下，炸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的血非常少，不过现在我们拿了一个小鲨鱼，其实是可以过去打一下的。诶，这个打了一个空气，没有打到啊，这个跑掉了啊。这边还有两个大熊猫，打，哎，再打，哎，过来呀，你看它跑得好快。哎呦，还弹我，你小子，你过来啊，过来我就打你啊。来扔一个大皮球，哦，这个地方要掉下去了啊，来炸一下，过来炸。哦，又被我炸掉一个，好厉害啊，他肯定很开心。哎，被我炸掉了以后都是很开心的啊。哎，我跳过来来扔，哎呀，没有砸到，可惜了。哟，差点掉下去啊。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地雷，咱们把这个地雷放起来。哎，来呀，哎，给你扔到这啊。这个地方没有人来嘛，哇、哦、这边也没有了，哎，好危险呀，现在很危险，只有这三块地方了啊。啊，一不注意就会掉下去，这个地方又没有了，马上掉下去了。好，来这个地方打，哎，我再打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让我打一下，打，啊，我再打，喂喂喂喂，哎呦，哎呦我去，现在没有血了，只有一点点血，哎，把它扔一下，哎呀，没有扔出去，太可惜了，啊，小心小心，哎，哦，啊，什么情况？他自己引爆了，把我给炸飞了，还有这种操作？